Hello from me to you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astor James 亚诚牧师。我现在人在北加州 Brentwood 的这一个采樱桃农场。哇，好高兴哦！今天全家还有我们跟教会的小留学生小组飞扬一起来采樱桃。过了这一年多哈，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出来走一走，有美好的阳光，又有弟兄姐妹一起来这个享受神创造的大自然。那我们现在在采的这个过程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樱桃园哈。哇，你看一整排的樱桃，这我看有没有超过1000棵樱桃树哈。我已经吃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50棵樱桃了，好爽哦。我们发现哈，一开始进来的时候，大家就开始抢啊、摘啊、找樱桃树，然后比较聪明的人呢，就会往两边去找，因为可能那边人比较少。那我们家呢，就是因为我们家就个子都不是那么高嘛，所以很多树都摘不到这些樱桃。后来我们就想说，我们就先往最里面，然后最边边的树来看看。没有想到啊，我们现在在这边摘的每一棵樱桃树都是，你看，都是这么低，小婴儿都摘得到。你看 ，Yeah， 然后呢，每一棵都超级甜，然后都非常的多汁哈。我就发现跟人在抢夺啊，在争啊，在挤破头要争一些东西，就争来争去，都在争一些不是最好的。有时候让一下，有时候呢走远一点，辛苦一点，到人比较少的地方，就没有想到呢，在那些地方反而是有最让人意外的，具有最丰盛的一些收获。所以我不知道在我们人生当中是不是有时候你觉得别人在跟你争啊，跟你抢啊，跟你挤啊，有时候就让他们一下吧，因为也许他们争的不是最好的。那当我们放手的时候，问神说，神啊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，那个真正宽阔之处，也许你在那边会找到最适合你又最容易又最丰富的属于你的疆界，属于你的祝福。好吧，我就先跟你讲到这边咯，我要赶快再去享受这个樱桃的 cherry picking 咯。Love from me to you. See you next time.